各位学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在我们的大赛直播跟大家见面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主持的两位嘉宾啊，这我旁边的就应该不用介绍了，叫梦梦。哎，刚才你们终于又回来了，我很开心啊。啊，梦梦今天二连击，主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在右边的谢总啊，谢总呢是我们。世界围棋对季赛组委会的主席，当然我也很荣幸的被谢总邀请到这个组委会中间，成为这个组委会的一员啊。谢总也是我的领导，那个您先要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围棋对季赛的一个情况。好，各位棋友啊，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个对季赛呢，就是应该说我们共同发起的，包括手型的一些职业棋手，还有业余界的一些高手，我们共同发起的一种，准确讲就是围棋的一种新的玩法啊，就是把过去呢围棋是一点个人运动呢，转换成一种多人对多人的。我们这个赛制呢，具体的设计呢，实际上在新浪网上已经做了一些宣传，对的，所以各位棋友可以去看。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创意的这个初衷呢，是希望通过围棋的这种新的玩法，把它变成一种团体赛，让围棋呢更加能够在大众，是在世界范围进行广泛的推广，初衷就是这样啊，希望大家也能够一起参与啊，将来这个支持对季赛的这种发展啊，谢谢。谢导，对我们这个围棋发展啊，是有很多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很有意思，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啊，我觉得也受益匪浅，学到很多，是吧，梦梦？对，是的。比方说对于赛，当我听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玩法，但是我不知道它意义是什么。不过我了解它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因为如果说能够把围棋弄成团体的项目的话，那一定会有很多新的元素诞生，对，增加大家的参与感。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想。对，成效很大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从通俗来讲，围棋它是一种游戏，也非常运动。对，我们看到了国外像 NBA， 它实际上也在篮球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设计和发展。篮球在美国，甚至在我们国内 NBA 受到了很多观众热烈的欢迎和支持。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也探索学习篮球这种 NBA 这种在规则上的一些创新和突破。也希望把围棋呢做得更娱乐化，对，让更多人参与啊。这肯定都是我们最欢迎的一个局面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我想大家都是最高兴的。是的，好，今天我们还是回到直播的主题。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盘名人战决赛第二局，陈耀烨对谭笑。第一局呢，谭笑是以一目半的优势。可以说是险胜。对，那今天是第二局，第二局这也是这盘棋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啊比较少见的天元挑战名人。陈耀烨是当今的天元，谭笑呢当然是名人，巅峰对决啊，还可以说是巅峰对决。对，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这点真的是非常的少见，非常难得啊。因为以前有的情况都是像那个年代，就是那个老马老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是有过这样的，然后马老也一度是天元名人是一起拿的。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太不容易，现在主要是人太多了。80后还是余威尚在，90后那些都是如日中天，95后已经起来了，马上00后，这我天哪！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我都快老去的时代，有这么多的强手如林，然后他们还能够天元挑战名人，我觉得正说明陈耀烨他战绩非常的稳定，实力非常强。好，那我们对，就是这里面谈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运动年龄的问题，对，就是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中呢，运动年龄都会受到很多的挑战，对，比如像篮球、球啊、田径啊，但围棋这样运动年龄是很长的。但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如果你一直想在巅峰状态下处在这个是国内跟世界一流的这个阵营里面的话，这年龄的挑战实际上在运动局限中依然也是存在的，对的，所以比较有意思，就是看到了一些新秀的快速崛起。对 okay, 对，这个要是说在放在我小的时候学习的年代啊，好像
还不是很明显，因为当时那个秀琴先生，我记得65岁、66岁的时候还用过啊，67岁是卫冕吧？是是，对对对，卫冕这个头衔战的冠军是相当的了不起。我觉得围棋是一个很养老的项目，没错。但现在就发现，像我这种老同志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来，我们刘总那个。不要难过啊，刘总跟我是同龄人，那个你还年轻，你还可以，我相信你。我是已经不行了，老去完全老去，现在水平问题。现在这个药业呀，是80后的末期，89年的选手，对啊，八五年的，他也能感受到这种很强大的这个90后很强大的压力。对，在在。是，真的是80后现在能够坚挺在一线的是越来越少，真的是。那也就是我们都是80后了。啊、是我，所以我们谭家是哪一年的？谭家93年，90后啊。不知道药业能不能再继续为我们坚守这个80后的阵地、啊。不过这次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是80后挑战90后，这也是哎有点意思。好。那我们之前呢，我们网站有一位神奇小编啊，这非常的神奇，在哪儿呢？就是说他的这个预测，预测大有这个当年乔王贝利的这种风采，甚至是跟章鱼哥那个之前他在数据方面啊，就是他预测，我印象中是在双方胜率60%以下的那种，他的预测是100%全部。全部猜错，就是贝里啊，对对对，灵魂附体，对对。然后那个上一场就是咱们名人战的第一场，他是终于突破了，哇，您的突破，了不起，您的突破非常了不起，太正常了。但是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怎么说呢？像大家确实失去了方向，因为它本来是一盏明灯啊，对，前面给我们指路，对对，其实有很多是喜欢去网上压压分啊，对对对，猜一猜啊，是吧啊，是都有了这个小编的指导，都有了方向，但是这小编突然开壶了，让我们就有点，对，而且他开壶还特别有意思，你看陈阳月的谈笑，正常来说陈阳月作为世界冠军，最近状态又比较好，等级分又最高，这各方面数值肯定是陈阳月高，对啊，那相对来说应该说是陈阳月的胜率要稍大，这所以说如果说是看好陈阳月的话，那可能明灯又亮起来了，所有人都压谭笑了，那事实证明确实谭笑赢，然后小编反其道而行之，反而取得零的突破，这我觉得也是，哎，你这小编的心理分析很透彻呀、就是跟你有这个就是这，因为他这个胜利表一出来之后，肯定所有人都会感到很惊讶，这就挺有意思的。你也会很惊讶，好吧？对，那咱们还是再看一下小编对本局的一个预测，好不好？好，好的，导播。首先还是双方的一个战斗值对比啊。谭笑大局90，大局观方面双方是很接近，这个钱小叶略逊一筹，88，力量方面是86-89，看来都不是。纯力量型选手，对他俩相对来说都是，后面他就比较强啊。我记得十月应该是90几，98，天哪，力中之霸，这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哈。力量如流啊，对，十月现在据说改名了，改称呼叫龙哥了，龙哥，龙哥，以前是石哥，龙哥是场均一条龙，哇，厉害厉害，有点想起那个当年隋唐那个。十八条好看那个李元霸，哎，对，有那个感觉，对，还真是一样。对，但十月的发迹史不一样，以前其实他最早啊，虽然叫十哥，但是大多数人江湖人称为他十妹子，好吧，先当妹子，变成哥，然后就变成龙哥，对，这太厉害了，有意思。然后再看双方内力呢，是很接近，内力应该就是功力啊，后半盘是吧？对，也是一个综合的功力，综合的功力，驾驭能力啊等等。非常的高，94-95，然后状态呢是药业要最近要低迷一些，是的，谭笑状态好一些，然后心理素质方面是陈药业稍微有一点点领先，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我是在一个世界冠军，再一个就是谭笑我比较了解，谭笑的这个心理方面是需要有一点提升，我觉得他要过了这关之后啊，可能
就是更快能够化险成捷吧。嗯，就是说你觉得他在技战术层面上已经是非常厉害，很厉害，对。啊，但是我现在比较看好现在我们这一代新锐的棋手啊，九零后的一些新锐棋手，包括看过几盘棋啊，包括什么于婷啊，是那个范廷钰啊，对，我觉得这一代棋手他们的一种对棋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我的感觉啊，一种控制啊，完全超过了想象，就是很熟悉，所以我也期待啊，谭笑在今天上能够在心理上能够。能够站得住啊，能够突破啊，能够真正成为啊，就是我认为这个真正的就是能站住在一线，对对对，站住在一线就是心理上面是至关重要，成为我们这个钢铁之才、啊、哎，钢铁之才，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战斗值评定。嗯，谭笑是咏春拳、啊、贴身近打是吧、嗯？因为他我们之前、嗯、对已经介绍过，他那个绰号叫短先生。嗯，但这个咏春拳比较短。所以小编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学长一派，我觉得非常出彩，出彩。对对对对对，好的。陈阳烨的必杀技呢，我觉得必须要吐槽一下。嗯，挡长腿，你这个是吧？人家古力、李世石，一个是九阳、嗯，一个是九阴，对，这都是武学的一个至尊功夫，可能太俗了是吧？就来个挡，实用就行，实用就行，是吧？不管你是有多少内力，我就一招扫堂腿，五五下三路。对对对，嗯，陈烨，这个主要是还是他年轻的时候，嗯，当时在棋界可以，人家都称他为。二三路口方爬行，因为他叫钻山豹，小强，地沟流，地沟流，反正都是跟这种地下生物，是吧？扫堂腿，这也这个小天的扫堂腿，就我虽然有点庸俗，所以相对来说，嗯，就这个招式反正不能大雅量，有点是，对，不管你是什么，我就是招你，对，希望网友们能够踊跃的向我们提出这个建议啊。嗯，对，我们就如果说有更贴切的、更那个大的，我觉得更好啊。这个确实是稍微略显庸俗吧。嗯，这小编的水平吧。双方的总体评级都是 A 加，因为比这个 BOSS 级 S 级要稍弱一点点，啊，也很强。OK， 啊，接近 BOSS 级的。那交锋战绩是有点悬殊啊。嗯，最近谭笑四连胜。嗯，对，嗯嗯，确实，嗯。年轻人真是太可怕了。嗯，对对。然后胜率预测，哎，反而倒过来了啊，真是有意思。是今天是药业51-49%，就是更看好药业一点点。对，我想听听县导，您对这两位棋手有了解吗？因为准确的讲，我跟他们都没有直接的接触过。啊，陈药业呢，因为成名比较早了，他像是最近起来的一新秀。从我的感觉来讲，我对现在的一线棋手。他们年轻的这些棋手，我觉得给我很深的印象。嗯，就我感觉中国这个围棋的这个真正的是，在中日韩三国比较之间，我们现在逐步占据了明确的优势啊，是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当然是靠这些像谭笑啊这个90后的一线棋手，我对他们是挺看好的，也给他们寄予希望。嗯，但是我当然更希望药业能够这个在这个能够保持。这个叫什么？这个、过去的这个本色啊，嗯、然后坚持住吧。扫堂腿继续扫下去。对，嗯，是好，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金庸棋局。好，看一下这盘棋。好，嗯，好。这盘棋上一盘棋是长野才先执的黑棋，那么、嗯、自然这盘棋就倒过来了。对，盘上连着黑。嗯。那我来再放吗？不，无所谓啊。然后白棋走这个，走这个就是有点奇怪啊。不知道谢导您对这种，我觉得在棋上面，当然你们都是最专业的了。我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讲，我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就是技术之外的东西，嗯，对吧？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个，当黑棋现在持黑的是谭笑吧？对，走了一个角目啊，白方走了一个星位。对。星位呢是一个从武棋上来讲，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变化最复杂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既可以走控又可以取势，对，所以它的操控性变化变数是比较多的。那从白棋持白的话，把棋走在星位的话，实际上它表达它一种心理，这种心理我理解的就是说它希望这个局面呢
双方在控和地的转换过程中，双方就是在角力，是这方面的一些角力，就是我要随时要把势和控之间做整合，同时也逼迫对手来去做这方面的选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更深远的一些这个思考啊。啊，这个是第二手棋就是这样的。其实这盘棋第二手棋下，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就是常理上来讲，他一般都是下对角的。对，他是下在左边是正常，不管是走哪个，对，但他却下在了。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理解的实际上就直白的选手耀烨呢，他实际上从这局棋来讲，他有一种什么呢？就因为第一局啊，败了，对吧？所以他这一局呢，希望能够给自己，这就是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理解的，就他给自己啊树立一种就是斗志，希望求变，希望能够在这一局中啊给对手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形象。改变一下运势，所以他实际上在做这手棋一旦落盘一手，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内心的一次求变，给对手一些新的感觉的这种气势。像这种棋呢，可能在随后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盘棋这个棋手他是不是能够处处能够表达他的内心中求变求新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盘棋棋手这个呈现出来的棋盘上的内容，其实他是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下棋的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每盘棋当你落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更复杂的，对，是在更复杂或者更直接的感受，是你当时这种心态。对，这之间的，而不是说现在我是总是在计算，实际上特别是在布局阶段，全是心态之间的较量。对，这种软中这个。碰撞是比较那什么的，人家软东西，这也是硬东西，硬通货，对吧？不然说讲，可能是硬东西相对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当然，我认为这就是围棋较量的部分。是的，对，确实是心理上对非常重要的。没错，没错。我们看接下来，我觉得谈笑也有意思。不谈笑，谈笑两个。对，然后白棋走了一个对金小木。谈笑，我印象中他很少下破小木布局。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耀烨的棋风是吧？刚才我们小天也能扫上来，他很注重攻击下的心想实力，没错。所以这个我觉得耀烨今天来了个错小目，然后又手脚，很明显是是在跟对手有点斗气啊，是不擅长这个吗？我。对，你只知道环石比身的感觉，而且我能感觉到黑棋在第五手棋啊，在我的这个理解中啊，第五手棋是一局棋的一个走向的一个分水岭。对，因为是守还是挂，对，你是布阵让对方来进行就是跟你来战斗呢，还是对对方的阵势呢产生一种这个打散的这种格局。对，其实第五手棋呢，实际上是我认为是一盘棋的一个分水岭，就反映了一个他从这盘棋呢能不能感觉到执黑的这个谈笑呢，他希望的是自己的先布一个阵。因为他能感觉到，我觉得他从第二手棋他能感觉到对手陈耀烨在这盘棋中要力求求变求新的这种斗志。而他呢拭目以待，对吧？就刚才手型讲得非常好，首先你擅长地沟流吗？行，我先把这捞了，把你给捞了，让你这个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同时呢，你不是今天有斗志吗？行，我布阵你来。对，所以他以这种态势，对，这五步棋，我觉得就反映了今天的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是，哎，这么一说，很精彩。对，我发现好像盘上这个，我觉得针锋相对，针锋的挺好的，非常好，非常好，正好现实中你的很多的特点。对，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我看到了现在一些年轻的棋手，他们在心理上的成熟。刚才不是经在那比较的时候，年轻人在心理成熟度还是不够嘛。但是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很微妙的地方，能够看出来，现在一线棋手他们已经大赛的历练以后，他们已经养成了很好的心理的这种素养，所以就值得期待。对，自信，你就能从这个交法中看出来，非常的很自信，确实是。让白的挂奖。这是一般的分寸了，对吧？对，但是也可以去更平和的去走打反啊，分头的这种打反，还有一种是你布阵我也布阵，对吧？对，等等这种做法。但是呢，我觉得从高挂来讲，反映的就是白棋呢，就是说一般的分寸，希望能够把局部在脚上通过定势的定型，把这个大模样
彻底的改了。彻底就把大模样基本上让他无法构建。嗯。然后呢，双方实际上比的是那种那个，就是说比的是什么呢？我与这个白棋啊，就是说一旦把这个打散以后，实际上双方比的是那种在中盘攻坚以后，大家对于中盘中间的那个棋的那个所谓的价值的判断。因为那时候比较复杂了，因为个人一块一块，这时候大家在中间的发展过程中的棋的价值的判断，就决定了这盘棋的胜负。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态势。我觉得那个同时也能反映那个持白的选手的一种心理，是什么心理呢？就是说，那我把整个棋不构成大模样，不会是做成绝对的胜负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点的是内功。对，那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就是把战线拉长，更持久的战斗。对，这是白棋这种心理啊。对，这确实也是陈阳一个特长。这是特长，我觉得他这个从这盘棋来讲，他也是求变求新的同时，他还要延续把他的这个长板啊充分发挥出来。对，这是他想追求的。但是我们现在一盘棋是两个人下，不是一个人在下。当你在试图的施展自己的所长的时候，就看对方也吃黑的方能否理解破解，对，把你的特长变成你的短板，或者是利用你的特长，然后呢，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引到了他的所谓的圈套中啊，这个是最高级的战略。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盘棋，我觉得看点从这几步棋中，我觉得已经非常值得这个我们。对，每位棋友去体会，去思考了。嗯 ，OK， 我们再来看。嗯，确实是。不过这两人这个脱退又继续捞空。对，这两人棋风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对，他们俩好像都是比较扎实上的。对，像这种脱退，我认为刚才基本上是叫什么，就是常规的，从高挂那一时刻起，他就会想到啊，双方就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是的，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是贯彻一组啊，这个结果就形成可能双方都挺固都挺满意的一个局面。他俩都是这把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双方那就是比着，我想这个正常一般分寸是要跳一个，是吧？对，因为这个力气打入的话会压力比较大，跳的同时呢，除了巩固自己以外，也把黑棋的这边的模样价值给消耗掉。这步棋是等于说是老日本围棋理论当中是要走的一步，对，很大的一步。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对棋职业对棋现在的职业对棋当中，这步棋已经越来越少。嗯，这步棋通常都会选择拖，拖一下，然后这招变化以后，对，术语我想重新学习一下，拖脚。嗯，是，你说这样，这招应该叫做碰或者靠吧？对，碰，反正我理解的拖应该是在这个，是，这招叫做拖比较合适。那这叫碰，并排的叫做碰或者靠撞啊，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身体对抗啊，身体对抗，对，你这拖是攻人家下三路的时候叫。我觉得像我的理解是这样，就像这个靠也好，拖也好。是现代围棋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发展的一种新的一种哲学，新的一种境界。它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围棋它是因为是两个人在通过空间大小地域的那个博弈思考的过程中来进行那个角力的。对，像这种拖和碰呢，实际上呢它重要的是不是说这个碰完以后怎么样，而是我理解的就是像这类的碰啊，它碰完以后实际上是要看对手怎么样，而不是我怎么样。手嘛，对，就是对他碰失应手也好，碰完以后，实际上他最高级的这个现代这个围棋哲学最高级的部分就是碰完以后，通过对手的应对来去做自己的对应的方法，这是他的一种新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一种应法带来的应用变化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种变化不一样呢，它会对外界和未来的定型产生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种变化，就是我觉得现在棋手就是像刚才孟讲的，现在大量的把棋啊下在一些比较就是说
我称之为叫变化比较复杂的这个、嗯、这种适应所的这种状态，实际上是现代围棋的一种比较高的境界。对，这就是技术理念呢不断进步不断革新产生出来的必然产物。我觉得是将来我觉得棋会下的越来越抽象、嗯、越来越有意境、嗯、我这是我的预测啊，因为大家在这种像日本围棋的这种所谓的美学棋形追求完整工整的这种价值观、嗯、现在受到了现代围棋的很大的挑战。对对，所以我觉得围棋的抽象性意境性会在未来的围棋中会占主流。对、非常有意思。您理解很深刻呀、啊、其实就是怎么说，这叫做适应手嘛，这我们都很懂哈、啊嗯、就是说因敌而动嘛。对，哎，你他实际上是一种追求效率的想法。对，你走的不好我就不补了。对，对吧，我去搞出点东西来我就不补了。对，哎，你要老老实实的话我可以考虑补一个。对，就是大概用围棋的语言来解释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对，而且这种棋甚至都能成为套路。嗯，基本上是现在的。就是说是我第一个人我下了这个之后，嗯啊，别人可能当时没品出来什么，但是仔细研究仔细分析之后每个人都这么下。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当这种适应手的理念成为一种套路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对以前日本老围棋理念的彻底的一种颠覆。没错没错没错，就完全同意这观点。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就围棋会下得越来越抽象。抽象啊、嗯、就是所谓的适应手实际上是它是很不具体的、嗯、因为它的得失啊现在很难评价。对，因为它是跟未来的若干个变化相关联的，对吧？是适应手，就是它所有所谓适应手就是不确定，对，结论就是不确定，嗯，这不确定就是价值无法评估，嗯，而这是跟传统的日本围棋价值体系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步棋都要评价出它的价值体系，对，嗯，所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呢，现在日本围棋的价值观受到很深刻的，所以日本棋手撑不住了，现在他们要改变，他们要改变，当然有一些新锐的一些新的棋手，他们已经在逐步接受了这种观点，对，我觉得这也看到他们的进步。对，我相信他们还是有功能的。毕竟啊，对，嗯，既然战绩稍微差一些，自然会做控制。没错，没错，没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好，咱们还是稍微抓紧一点，跟上节奏。啊，好好，抓紧一点。实战强烈，这个就是有点。他没补实战，你搞错了。啊，手脚。这个呢，也有点挑战的意思，因为按说。人家逼出你就是要威胁，对对，打入，啊、对，这里面有若干种变化，这个可以简单摆一个，对对对，就若干种变化，跳一个，然后这边飞一个，对，对，这是最常见的一个棋步的定式、嗯，对，好，默默你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然后开始比，这个棋想必啊，棋迷们都应该都比较熟了，屏幕前的您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比较熟的啊，而且打吃。还是想想和您介绍了、嗯、对，这个棋形是可以说是算是经典棋形之一吧。对，我想想这样，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拐一下便宜两棋，嗯，然后呢按照原来的理论这条棋非常大，然后这样走，没错，总之是一个非常新啊、嗯、非常常见的形式，嗯，或者说这不走将来可以跳了白棋来的最初，对对对，都可以的，嗯嗯，那你认为这棋要不要走呢？这个说实在的，现在的理论来讲白棋不太可能立刻跟着很急，就是我已经很少见到白棋立刻走了啊，这种事儿。那你总是在回避我的问题，就说我肯定不会走啊啊！对，各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对棋的理解的差异造成的。嗯，就是这个棋呢，它所谓大，实际上它大的核心价值是因为这块白棋没有活。对，这是问题。是，就是所谓大，就是因为没活，他将来说我们经常讲有孤棋，要倒贴，要补偿的，这个有孤棋，每一块孤棋至少十目棋，我们就应该就理解了。所以未来，像我觉得从对棋的价值理解，从我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呢，白棋走这样棋，基本上把自己棋走活了，嗯，就是基本上是活了。这样的话，就从慢。棋的漫长就是把它战线拉长的角度上来讲，白棋这种选择我认为对于现在打天幕的时代来讲，白棋的选择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嗯，你知道吧，就如果说让这个黑棋走了，不仅它成了很大的外势和力量以外，将来早晚这手棋一交换基本上是必然，嗯，实际上这个必然的交换的过程中实际上带来的问题，它是一块孤棋，
同时可以去原则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这样的棋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讲的那个实木的概念。嗯，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啊，您觉得这个要补一个，对对对，我认为这个棋应该踏踏实实的补一个、啊、好好，就是叫我们经常讲的这种后中先、嗯、先中后，对，像这种棋呢我认为就是所谓叫后中先的感觉，对，厚重凝重一些、嗯、啊，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这两位棋手对局者他们应该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可能跟蔡草的看法有一定的出入，但我知道，因为实战呢，我们通过他实战逻辑可以看出来，实战黑棋是跟着白棋走了一个，对，他没有去点，没有走、对，没有去点呢，如果他如果先手点成这样，嗯，那么白棋补一个，按我们刚才说白棋尖一个之后，嗯，那么黑棋再拆过来，嗯，我想这个他肯定太满意了，对不对？对对对，那他先手便宜了之后再拆，这个后势对发挥，没错，他既然他没去点，说明黑棋就是忌惮白棋拆面，对，他肯定是讨厌他走不着，完全理解，完全理解。那白棋呢，我觉得反过来说，白棋既然他敢守这个，嗯，我们用逻辑的方式去推理一下，他肯定也是不怕人家去点，对，所以说我感觉这一点上他俩倒是达成共识了，明白，对。但是走了这招之后摆的可能是不是，对，他这个我刚才认为呢，就是子轩他实际上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概念，哦，就是所谓针锋相对是什么呢，刚才我讲我们探讨了这一题白棋补的价值，嗯，那如果补的话，实际上黑棋得到拆边的话，对黑棋的布局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对，他基本上把打的战略要场战略要点啊提前就做了一些这个先行的这个占领，这样对我期望后续的发展来讲，显然是对黑棋比较好，便于好，就是它容易控制这个棋、嗯。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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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棋呢，它也会导向复杂。嗯。因为如果说一旦那个白棋就是不假设不选择去补的话，嗯，它更激进的话，它把大唐占的要点占掉，而且这边轻松的出头的话，实际上这个局面的话，对于黑棋的压力是增大了。嗯，对对对。你看，就是占的要点被白方占据了以后。而这时候在盘面上从目数来讲，实际上从目数实目来讲是对的，当然战略要点一旦被黑白棋占白棋占领的时候，白棋实际上处在一个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对，今后的发展肯定会变成了一个黑棋为天母而带来沉重的压力，对，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双方的选择，我觉得作为它的逻辑的一个内在的联系，就是因为白棋认为这样的，黑棋认为这样打入，白方选择了一个不立即补而采取这种战略要点的布局的话，对于黑棋来讲，心理上接受是非常困难的。嗯，所以黑棋先把战略要点占了，根据你的变化，嗯，然后我再做相应的选择。这我认为这是黑棋的一个成熟的地方，在这盘棋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们再看看下面的棋的进展，好吗？嗯，然后这个自然，对，自然你这已经看到了战略要点，我当然要限制你的发挥。对，而且这个补强自身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手。这个可以战略要点啊，这个我觉得刚才呢，对，您没说没事，这是一个战略要点。刚才讲一个是双方在这一块的变化，一个是对自身的变化。嗯，但是我现在看了有一些高手职业棋手来采取飞的方式。嗯，这种方式呢？我不知道首先从专业角度上怎么看待这个跳和飞啊，这两个都有下的，嗯，啊，都有下。这飞呢，就是自己薄弱一些，嗯，但同时呢还坚固，同时呢他把头往这边走呢，实际上是将来有点啊靠啊，嗯，对，彻底把黑棋压缩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三线，嗯，这样的话对白棋在中幅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呢，这种抢先，甚至他还有先手的意味。而这个棋它基本上对黑棋来讲不构成任何压力，对，所以我觉得从我来看，也希望你们职业棋手来看，如果说我要走这个的话，嗯，这个优劣差异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立刻就看出来谢导的棋风，嗯，立马就体现出来了，对，因为还是非常有进攻力啊，非常对，很有这个进攻性。这个我觉得啊，本质上是一个强弱对比的问题。嗯，就是你觉得自己强还是弱？嗯，啊，这种对对方保持压力呢，肯定是在自己认为自己比较强大的时候，我要才能可以考虑攻击对手，嗯，对不对 ？OK， 啊，嗯，那么我先说我的见解啊，okay ，我这个飞呢
是稍微有点过，有点过，对对 对, 对。因为这个棋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地方啊，白棋我们看下边，在这半盘白棋已经下了三手棋了。对，换句话说，这半盘黑棋至少多你三手。没错，因为我黑棋可能还多你四手，没错，是黑棋，对吧？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显然这半盘是黑棋子的优势了，就是黑棋强，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对，这毫无疑问。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呢，白棋强弱对比应该是黑棋强，所以说白棋这个普通的选择啊，还是就是以自就是先注顾自身，为一个前提，啊，这是普通的一种思考方式，当然您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棋风问题吧，也不是我很考虑这个，他肯定比不走要强，首先比不走这个缓解了压力要、对，当然缓解多了，对吧？缓解多了啊，同时呢，他也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手。嗯，只不过可能对于这个大多数棋手而言，他这个压力可能有点大。对啊，这手棋毕竟还是啊，相对来说还是不够均衡。就可能是。嗯，毕竟人家是手脚都在差，距离也很近啊、你再去威胁人家，就是这黑棋等于没有办法忍耐了已经。那这个棋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讲，我认为这个未来的围棋啊，一下子越来越抽象。嗯，我希望的就是说，这种发展肯定是早晚的，对吧？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局部的这种碰啊，可能都是寻找适应手，对吧？嗯，这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跟我的思路啊是一贯的。我认为呢是。像这种棋要比这种棋要显得更加抽象一点，就是从你的角度，那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然实际上是两个现实的问题。第一个呢，就一旦黑棋直接偏靠或者打断，带来的变化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嗯。第二个现实的问题，一旦黑棋采取打入的话，对，又带来什么样新的这个格局变化？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都是我们的新的课题。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围棋的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当黑棋一旦比如是这种打入的情况下的时候，假设是这种走法接完以后，假设是这种走法走完以后，它带来的是什么？实际上带来的是围棋的更加不确定，是双方都不确定，因为这个棋到底你组织我还是出来还是让人跳过，你怎么选择？这是这个问题。而这个东西呢带来的问题，当具有这两手以后，像这一代的棋，我认为在这一代的棋，白棋的力量就会显得很大。而这一块棋，因为黑棋啊，它是对这个错小目啊，它是要抵消错小目的外势的发展。嗯。但如果说白棋站走到这一边的话，实际上就变成了错小目的这种最大的力量。它对外有一股张力，实际上构成了对这块黑棋强大的压力。所以呢，我希望走的棋呢，就是说要利用每一个棋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两两组合是一种力量，所以而这一代的不确定性呢，真是我觉得是一种棋风的选择，就双方就选择了不确定性，然后呢，我要用我的力量来对付对方的那种弱子，来逐步把我的力，其实我认为围棋最后大家实际上就是对于棋和棋间距的一种力量的理解，对吧？这种力量的理解最后转换成所谓的失控，对，转换成所谓的价值，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思考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希望的看到未来的围棋能够抽更抽象一些。当然这种东西呢，特本分，但它同时它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白点，它对黑棋构不成任何压力，是不是？那自然我想黑棋肯定会占其他的战略要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将来有一段机会，一旦黑棋把这个分住的话，跳起来的话，实际上黑棋这边构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一个。控实力啊、对，但现在呢，就是留给了黑棋一个将来相对大的黑棋的空间。当然了，我相信黑棋一定会在这一代或者是这一代的也挂来进行把局面做均衡。是的啊，您说的这些，我觉得从大势上方面、大局方面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刚才看了一些棋友的这个什么，大家有点。就是也对这个具体的变化也是比较关注的啊，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加快一点进程？因为他们这毕竟是直播，也在没问题，也在那个什么，没问题。好，我们回到棋盘，这个时候就如谢老所说，既然白棋选择了淡淡的跳，黑棋自然要抢得比较大的地方。那么这一代就黑棋自然的对，就是非常轻松的下了一个打一个定式，没错，然后白棋，
是理解啊、哦，还是要对这黑棋多些挤压。我觉得他是把黑棋那个阵势多些挤压。对，这是一个常见的手机嘛，对，点了再点。嗯，如果你不点这个的话，单点对。挡下来，在这个就没有点不着是吗？就点不着啊，这是一方面。哦，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跟这个有点也有关系嘛，跟这个作战，假设点到的话，这个顶出冲断应该也有关系。对，嗯。但具体手段，说实在，我还真记不太清了。嗯，黑棋长，然后呢？哇，这个太高端了，我看着已经头大了。我冲、冲完以后，往三三前面贴一个。哦，应该贴一个。对，那我将来在这里翻山的时候打下来，就发现它明显便宜多。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就很难吃到白棋。好抽象啊，我觉得这个梦梦的解释，嗯，很有道理。假设你说这点，小小力不就翻山、嗯，打完以后一粘。对，这下搞不太清，就算打打不打、嗯，打完以后可以反虎一个，直接粘上。嗯，粘上这点我压过来，你恐怕是就算我弃子你也承受不起。对 对, 对, 对。然后对对，你就吃不掉了，这就是这个便宜的地方。哦，那假设这没有，黑棋跟他扑刺一下已经防住了，对，那就把你吃了，就吃，那就黑棋白棋失败。明白。好的。OK。所以这个很有道理，是有啊，不亏的。反正点着一下再点，就是一个行棋的步调。对。我觉得这种棋啊，在现代围棋中啊，现在又是一个，我认为又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叫组合拳。嗯、啊，就组合，它就是现在的战术在局部，它是一种组合关系。现在它其实是一种套路嘛，啊，就是这种点，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局部的定式了。对，是。就是我们可能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已经不用动脑筋了。对。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在见到这个事情一二三，你就点了点。对对啊，为什么你不需要知道？是。但是还得知其所以然，不然其实，但是你升远期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它为什么，还是有道理。对，有道理。刚才讲的很好，很深刻啊，很深刻。当然，既然我都知道了，那还是要钻研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可以挡住、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想，嗯，以前我们的那种就新人的套路，白棋这时候要拖一下，嗯，然后再拖先，嗯，对吧？嗯、那现在黑棋站到这儿，嗯，同样的这儿棋仍然非常大，这么一过来、嗯，所以说白棋如果再跳的话，嗯，那就大家看，就这一下有可能反而就亏了。对、嗯，那从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强烈在这一代下成这个棋形，应该说白棋是有所便宜的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他心得，他最起码他摆过，对、嗯，他自己有研究。对，哎，我记得陈向燕他自己是很喜欢下这个蒲小木的、嗯，对不对？他是。近期好像下中国流多啊，但是他之前很喜欢下蒲小木，那就说明他他肯定是最怕什么他就用什么，对对对 对, 对，应该是这样的啊，没错。所以像这样，我觉得他应该说是相对于脱料而言，他是有便宜的。嗯嗯，这个我看近期咱们棋友啊，也是对我们的节目有过一些讨论，嗯啊，包括在论坛里啊，包括在我们的 QQ 群啊，包括给我们的留言也好啊，嗯，我们最近期呢确实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嗯，比如说这个我要挑战你的这个栏目，嗯嗯，然后每一期都有不同的嘉宾到现场，然后包括我们的直播的环节，嗯，我记得有一场讨论大家比较激烈的是孟浩黑啊啊，对，我孟孟跟王浩洋，对，王浩洋就是大象的组合啊，大象呢是在摆棋的过程中就是聊得比较嗨啊，我把我们的一些圈内的黑话、啊、都抛出来了，什么杨鼎新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就不说了啊，就是一些这个手法他都用那个什么，有的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这种那个比较俗的语言哈、啊，通俗的语言挺好。我现在听大家有的时候反响，就觉得好像围棋这么高雅的东西是吧、嗯？怎么把它做的这么哎，有一点点低俗哈、啊？其实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其实围棋本质上就刚才谢导说了，它是一个游戏，嗯啊，它是一个大家为什么喜欢它？最本质上肯定是因为它好玩。对，大家想想，如果你不觉得它好玩的话，你会愿意去看围棋吗？嗯，你会去学一样很高深的文化，你去这样去定位去学围棋吗？对，你有什么动力去学？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把围棋多元化，把它的这个娱乐的这种元素挖掘出来，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嗯啊，其实我们自己也给我们的这个围棋的定位就是
希望给大家一个轻松快乐的能够在这里交流学习的一个环境。对啊，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当然有可能呢，有的棋友这个比较注重技术层面的，想学点棋、学点东西哈。嗯啊，那么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内容会满足您的。嗯，对。但有些棋友呢，可能水平相对弱一点。嗯，对，我们也希望能够我们的节目能够照顾到这部分的棋友，让大家能感受到围棋的乐趣。嗯啊，我觉得围棋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值得去推广的一个项目，会让大家在这个娱乐身心的同时啊，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对。对，这个里面呢，牵涉到一个围棋文化发展历史的思考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过去围棋一直是宫廷文化，啊，是那个我们称之为一些雅士们的一些消遣娱乐的一些走法。但今天我们要从另外角度看，我们再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很多一些所谓的能够让世界人们追捧啊追捧的这些运动，像足球啊、篮球啊，他在市场化和娱乐化方面做的应该是相当出色的。所以我想围棋呢，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去，不是去下棋。嗯，我的感觉就不是说大家就每个人都会下棋，可能每个学下棋的人都经过了一些我们在这刻骨铭心的一些这个历程。嗯，但是我觉得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围棋，这是我所倡导的。对，包括我们搞对局赛都是为了这个参与围棋，这样很多不会踢足球的人，嗯，对，甚至不懂足球规则，他成为球迷，不影响他成为球迷，这叫参与足球。这种文化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价值非常高的。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包括刚才首先讲的那个能够在增加这娱乐性，就是希望更多人参与围棋啊，不一定要求他是下围棋，这点实际上意义是很重大的。对，我非常支持。我个人非常支持。像我们今天其实请谢导来到现场啊，也是第一次做尝试。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都是，更多的时候呢，请的嘉宾是世界冠军啊，职业球员。哎，对，对对对对。可能今天啊，我觉得这个我知道，就是说，可能在座的电视或者是网络前面的这个观众啊，更多的是具有了业余三段甚至以上战斗力的。棋手，所以大家更关注的是这盘棋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嗯嗯，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维度的。但是我觉得要把我们的这个观众，比如说从更多的人口，比如说我们现在5000人变成50000人，甚至500000人的话，嗯，实际上我们要让大家也希望电视间的观众理解，就是说我们要让更多懂一点点围棋，甚至不懂围棋的人，能够愿意看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讲的很多非技术型的语言，嗯，就是为了这种目的。从意识来看，将来我们这种尝试是朝这个方向走，它是很具我称之为社会价值的。所以请大家能够理解啊，这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开始花了大量的时间讲围棋技术之外的事儿，对吧？包括心理上的斗争啊什么的，实际上就是让不懂围棋的人更多的参与去关注这个。对，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做大赛直播也好，可能其实我们也许是更多关注的是这个当盘棋的一个结果。对，可能你是这个谭耀烨的粉丝，或者是谭笑的棋迷哈。嗯，这我们都非常理解，我们很愿意给大家做这种服务。没错。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演播室也是一个大家在这儿交流、一起聊天、一起去聊棋的一个场所，不仅仅是摆棋。包括我也经常，其实不瞒大家说，你们所有基本上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而且每一条在论坛上的一个评论啊，我都非常的关注。那有的时候呢，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一一的期待给大家回复啊。但是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棋友也好，可能也是众口难调，就是各有各的想法啊，每个人从中哎想收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就是说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围棋的这个受益者啊，对，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都希望把它那个发扬光大。对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包容的精神啊，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非得每一期都是世界冠军，对吧？不一定每一期都得是有这种很高端的在棋盘上的一些亮点，但是我们也许聊出了我们
更关心的一些其他外的一些话题。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对，有多元化的这些元素融合在里面吧。对，也能充实围棋，我觉得。对，充实围棋的讲解围棋。像梦梦呢，他的第一视角，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他第一视角就是技术含量很高。我经常去学习，我经常去偷艺。是。但是他这个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只在这个棋盘上的技术，对吧？也是我觉得未来也欢迎大家参与到其中，像我们谢导一样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来我们演出的室做客，聊出你对围棋的看法，没错，聊出你的一些思想，是没错。好，那我们这个题外话就说了，又说了不少，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看棋吧，加快一点进程啊。OK， 对，白棋现在是拆二，然后白棋白棋点两下之后还是头悬，这也是很明快啊。这种战术我是非常欣赏的。对，您局部的话不能把它走进，走进了这个棋啊就味道就没了。对对 ，OK， 这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对，然后但是既然白棋不走了，黑棋是有先行走。就是。其实点一下是把白棋点中的意思，那将来呢，这个打入仍然是存在的。嗯，对对。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应该说是。有的，然后白棋挡住，黑棋跳出，对，也是一种强烈的分段的方式，对，没错，这样也是白棋先后有可能会忌惮的地方。那么点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白棋也不可能再发手在这一带走棋，白棋实战搬了一个二路搬，对，然后白棋，哦，这个二路搬确实是，这刚才就是你讲的，就是防住，几乎是先手防住了。搬有强烈的这局强烈分段的这种可能性。对，嗯，我这个搬确实，实战它其实硬住了。是吗？这个脾气很好。这步棋很大呀。是。现在从现实来看的话，真正的大场，你看这个地方有一手大场，对吧？大概这一家有个大场，或者这儿有个立跳的大场，对吧？这些都是大的地方。但这手棋实际上远远，我认为不比这个价值低啊。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将来这个 B 啊就有先手的意味。是，就是不仅仅目主大，还关系到黑白双方。对，黑白双方后方，而且对将来这些你最有价值的点，它产生了一些新的这个叫什么？是新的置业的作用。嗯，就是反向，我们在真正的补高手就补棋，不是在本地补，而在其他地方补，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实战还挺硬的，但是，但不管怎么说，黑棋这两下不觉得有点意图稍微有点混乱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步点击有可能死，他就卖到了这边的一些味道，然后如果死了的话，就明显送。能看出来，这个今天这个黑棋这一手棋下的多多少少啊，有一点内心世界中啊，有一点特别别扭啊，就是他不下吧，给别人便宜太大。下呢又受制于人，就是这种在这个战斗中呢，实际上在内心世界最复杂的，对，你知道是最复杂的过程。但是我相信这手棋下完以后呢，对白棋来讲自信心会有一些提高，心情会比较走着了，那就走着了，就是感觉自信心。所以这盘棋呢，我觉得现在是陈耀烨吃白是吧？对，所以我觉得白棋可能越战越有，对，下面来看打入。他这其实我觉得有点这个恶人先告状的意思，是不是？对，先下手为强。这样子确实，你看黑棋点完了之后补一个，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讲围棋叫手残嘛，它传递的信息就是我都补了，对，您是什么态度？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对对。那个白棋结果呢？白棋的话语权是您是补了，但是没补好。我觉得吧，我视而不见自己的毛病。从这个棋走过来以后，我个人感觉到这个白棋的自信心有点就是建立起来了。膨胀谈不上啊，就是这种打入，我觉得他的点选择的非常，我是非常欣赏的啊。因为原来纠缠在这一带只是一个官职问题，渡回去只是个官职问题。嗯，这个官职最多也就是几目棋的数量，还不是几十目的概念。嗯，所以呢，我觉得白棋在这一带什么被补啊什么之类没有任何价值。嗯，所以我认为它没有任何价值。那这一代棋一定要把这个三子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这个力量非常大。嗯，而这种力量大，而且现在唯一黑棋能够存大空的地方，就是将来这个跳和带来这一代的可能性。如果白棋走这一代，利用这些人的残子将来的逆位，把黑棋的这个大空的可能性破坏掉，
我觉得白棋在这盘目前来讲布局上实际上你处于在心理上的优势，对，谈不上盘面优势啊，我们叫心理上的优势。嗯，心理上的，我觉得对心理上的优势。嗯，是的，其实从技术上分析的话，那么这两张棋应该说黑棋是有点变调，对，所以我个人现在觉得应该说形势白棋还是不错的。心理上有优势，我觉得我就是没拖过了，这张棋还是稳健啊，要稳健很。因为这张棋本身它是要拿捏黑棋情况，对对，是靠一个是靠一个非常眼线的一手。非常难受，对，也一靠一虎啊，将来一断啊，甚至我觉得这个确实有可能直接切过来，这马上你要是靠这边粘住，对对对对，这个这两个都中断的毛病，这个稍微有点凶吧，啊，总之是有这个有可能性，对对对啊，最可怕的是，你看走完这个吧，这个顶断了，你就是这边从可以靠吧，所以说对对，啊，麻烦，黑棋当然是有可能定这种棋，然后瞄着这一带，但是。粘住的时候可以冲断，可以搬出，也有麻烦，所以应该说黑棋也是非常困难，非常有痛苦的地方，有痛一断，断完也一扳，对吧？冲完一断，对，就是说黑棋在这一代作战起来一定会缩手缩脚，缩手缩脚，所以说他走到这儿，其实这个选也是挺的，对，我觉得这个棋的味道很足，对，很足，很足，这个其实就是把你这张棋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你看小跳就没有，对对对，就不走了，对对，但任何一张棋呢都是有利有弊，你小跳呢这边目数显然就对。效率就反而就低一点，你要想效率高呢就有毛病，就有弱点。其实围棋也就是一个就是双方博弈就是在这儿，对啊，就是抓住对方一刹那的一个露出的一个破绽，对对对，这道题我觉得白棋对于黑棋的形状的理解我觉得非常透彻，对，所以对这些配置的理解非常，是包括这残子之间的理解，对，这道题我认为是本盘第一个亮点，嗯，就真的是像现在，嗯，这道题我觉得反映了这个白方的一种心理上的优势感不说，反映了他一种独特的敏感性啊，一种智慧，也很敏感啊，很敏感，而且这个普通其实大家可能第一感觉走到这儿，这张棋很常见，那这样黑棋间其实你对这边没有什么手段了，对，就残子的利用不够，对，就是要把残子的味道杀干，这是高手，对高手的，所以这张棋确实好，而且黑棋是没有办法那个委屈的硬，这种硬虽然说能够弥补这个弱点，但是效率必然降低。等于落个后手，我在贴出的时候，贴出啊，或者在帮我走棋，然后这个子就进行产生压力。所以说，这个子的力量，就这三子的力量就通通防对，嗯，黑棋现在没有空间硬，也就必然要反击。所以说，这心理上的这种较量就已经是，嗯，啊，这个局部的心理上较量就已经展开了。那黑棋必然要反击。嗯，对，所以这个拖也是。这个反击对黑棋来讲，谈上反击，啊，是反击呢，还是防守呢，还是在等待着新的反击机会呢？这个东西是另说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黑棋现在是对你这个反击论，我是有点看法。对，我也是不是这种看法，就是对黑棋来讲，嗯，就像这手棋，它一旦落下去以后，它心理上是一种非常别扭的感觉。嗯，实际上，它这个反击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委屈和别扭的，他不知道称之为反击还是防守。还是在伺机反击，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啊，对对对。要反击的话，直接什么叫反击？我认为这叫反击。对，是。那么这称之为，但是敢吗？他可能不敢，明白？你知道吗？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纯防守呢，可能就是这样叫防守，对吧？他这个呢，就是防守，将来靠断带来的问题很复杂。实际上，我称之为叫伺机反击，还在寻找新的头绪。这有点还不是直接反击，被迫的啊，被迫叫伺机反击，啊，就找机会再反击，嗯，而不是现在他就反击了。嗯，所以这种实际上在心理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实际上黑棋是心理上产生一个非常这个落下风的一种状态。嗯，是不是很那种，就是我们叫这个棋下出去是吧？嗯，就心理上是一种就不在，就心理这种自信，这，嗯，种昂然挺入，打进敌人心脏，嗯，然后就看这里面有无限的这个机会摆在白棋面前，这个资金满，我们叫自信心满满，对吧？这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但黑棋做这样应对的时候，实际上从白棋来讲，即使调节心态，他已经足够占到了便宜，在自信心上占到了，包括在局部的变化中也占了，他这些残子的利用将来有五种变化，嗯，无数种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白棋这样已经便宜了，嗯，他可以走甚至可以不走，嗯，你大家把棋拿到其他地方走，这个地方以后再说都可以，当然也可以，对，那离开战也是可以的，反正黑棋这棋是很虚的，你拖一个你最起码你得算很多很多种变化，对对，而且每一种变化你都不一定好，
就算走成了也不一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能防守的味道更强一点，防守的味道更强。好吧，我觉得有点像防守反击。你这个这个专家听着就很郁闷吧？很郁闷，就像他下的这球一样的郁闷，对吧？被我们这样的业余选手否定了，所以叫伺机反击，我称之为不叫反，叫伺机反击。而他不是，所以呢，白棋这时候就开始动粗。对，白棋这个套，我觉得非常有味道，非常有味道，非常有味道。这一套组合，我觉得绝对是黑白棋是领先了，黑棋这也没有办法，这次一旦突出，太大，白棋确实顶不住。那么等于说白棋黑棋先补一手，那就被白棋把这个子割断了，没错，白棋在外面形成后，没错，非常漂亮。反正白棋肯定是很爽的，精神上得力了，好心情。这白棋现在是好心情，然后他呢走了一个这个，必须的多一点，多一点。谭笑其实真的，谭笑跟这个耀烨啊，他俩其中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确实都是非常敏感，非常敏锐。对，那谭笑也是这样，就是他对这种时机把握的很好。你看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不走，这个棋一旦给这个位置这一带了，对，这一带走上来以后，这个白棋的这个规模的这个叫阵势吧，这个阵势啊，就是黑棋已经没法选择点了。对，这黑棋他不知道怎么选择点，稍微分点他立即干，你叫反击，这个叫什么？稍微前一点哎，手就巨大，这是最痛苦的时候。所以这个时机啊，时机非常好，时机是非常好。但是你能看出来吗？整个的目前的战役发展到现在的话，实际上黑棋已经落于下风。黑棋确实还是，就从气势上落一下。在这一代的思路当中，似乎出现了。我觉得，这个战略的转移点，是从黑棋的这一档和白棋的这个极具天赋的，这一个打入，对，这个两个历史的，这是整盘的历史非常，这个战役的心理上的平衡被打破的一个。两手棋，就这两手棋，对，啪一落下来，这个局面立即做一个变化。白方，我认为现在处于在战略上优势的局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问白棋，你现在可以走，对吧？对，你不走我就下来。对，你可以走，你可以围，但是你围我就便宜了。对，你下次再走的时候，我这两招就走着了，走着了。对，实战白的就还是走这儿。我相信白棋。不会走这个，不会走这样的单纯的手。对，现在围棋的话，如果做单纯的手，这个是应该说是非常被动的一种。对，现在的棋都大家都是消极的，努力的往攻守兼备的这个环节上发展。那这个白棋出头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防守。对，这种呢叫单纯防守。对对，对吧？它这种我把两块棋我都走畅了，你下来就变成了一个官子。对，这个本来你下来厉害，这个不是防守，这是单纯的围控啊，围控，他这一手棋把控围住了。对，我觉得这种棋的调性，现在白棋这种调性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现在这个调子出来之后，这个调子非常好。就是说黑棋的这个，现在你即使再下去的话，那你对我这两边也构不成什么危险。你看这个蓝棋啊，从这个战略的转移的转变化以后，它会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新的一种状态下。这种状态是什么呢？大家能看出来，就是黑棋拥有特别坚实的两块实地，基本上不可撼动。而其他地方呢，是拥有一块我们称之为将要付出代价的孤棋。这就是这个战略的变化，就是将来这块孤棋付多少代价。这是这盘棋的胜负的关键。他到底要为自己这个买单呢？对，要买单买多少？就是这种代价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被吃多少，还是不被吃，这是一个代价。第二个是他在跑的过程中，白棋借势在这一带围住做控，这是两种代价。对，这种代价实际上有的时候不单纯的是吃多少的问题，而是白棋通过把外面棋走出来以后带来的是这样围控的变化。你看这种没有发展空间了，这个已经着实但是也没有空间了。对，那实际上白棋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一代的空间，这一代的空间，甚至这一代的空间，因为这个棋将来要保，除非你要往这儿走，但这一代走不威胁到白棋的死活。对，
对，对吧？只是一个白棋未来不回家的，不会影响太多死活，所以这个是将来这盘棋的战略的一个新的一个标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嗯，现在确实黑棋是必须要买单了，必须要出好这个是买单吗？我又对你表示质疑。不是，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抢菜啊，再点一个菜，然后再买单。他这个再点一个菜，他这个棋呢是这不，我认为这种棋跟这种棋的性质非常接近。就是啊，我无法从技术上评论它优劣，但是从感觉上来走的这样的。为什么呢？这个棋啊，它的核心问题是要把自己的这白棋的这块空破掉。你看，如果假设这一带不走棋的话，白棋再花一手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黑棋啊非常之尴尬，走了三块孤棋，白棋拥有了空的同时，这三块孤棋随时被它两块棋挤压在中间。去叫什么忙不得路的逃窜，这是黑棋非常尴尬的地方。而黑棋现在要去逃窜呢，又显得特别单调和无味。嗯，所以他现在就很尴尬的情况下，与其我逃窜呢，不如摆出一副把你分割起来，将来跟你共同逃窜的一种局面。他企图这样，但是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企图是不是能实现。对，他确实是，他通过打劫，对吧？对，他没办法，他其实就是也为自己这张棋找回面子，找回面子。嗯，对。啊，这个打劫确实是有点意外啊，没有想到这一战突然间形成一个打劫的面，然后黑棋拖这个角，这个劫可以说本来就不损，对，也很微妙这个劫找。嗯，相对来说靠的是绝对的劫残，但是靠的就是损值。对，靠点亏，这个就是将来你在这方面卖了很多的。对对对，如果这子在这儿的话，最起码我就将来搬了一段时间，对，这活就行，就打这活。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这更但是我不管他，就是后来的余味肯定是很重的。但是我们不重要的不是看他怎么找劫财，重要的是看这个劫对双方意味什么，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比如说你看，即使将来他打过来以后，白棋粘上。或者是他打过来一个白棋，加上这个，实际上对黑棋来讲，并没有太多的置黑白棋于死地的地方。我们只能称之为它叫勉强把两块白棋隔掉了，叫勉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嗯，所以从这个战略上来看，从我的角度来看，目前发展下，而这个他隔断了白棋，实际上并不是他能够立即得到直接的回报。就是割断白棋，比如吃你一块，他黑棋得不到的。他唯一得到的就是说，他割断了白棋以后，变成了就是将来和这块棋对攻的可能性。大家理解，理解我的理解吧。所以这个局部的战役来讲，对于黑棋来讲，无论他怎么打，无论找什么样的等级，这个战役来讲，黑棋都不会占到太多的现实的利益。嗯，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比较看好这个白棋现在在这个局面下的状态。甚至于刚才我讲，白棋如果直接把这个粘上，让这个劫的话，这个棋对白棋来讲都是充分可下的，因为局部只是给你套个空而已。而这个带来的问题，将来这一带的问题啊，带来直接的问题，就是马上这个棋就要有可能被全歼，或者是被追得落荒而逃，同时把外面的棋带全部带回来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白棋的现在主动权。从这个棋和这个棋的转换的过程中，白棋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调性中。相对于这个是很好的判断呀、啊，他实战就占上了，实战就占上了，哎呦，真是，真是太漂亮了。然后黑棋当然是要、没办法，这个地方是黑棋的权利，这就不买单了，他就想吃霸王餐了。啊，这个时候白的实战是在这儿退了一个，局部定型。对，当然觉得这块太薄。那这种棋好像就是一场战斗的导火索，看起来。不是，我觉得这块白棋啊，它目前来讲，像这个拆啊什么之类的退啊，这块棋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这块棋走后，对吧？但是我觉得是我个人的认为，这块棋现在白棋黑棋想攻白棋啊，还有点困难。嗯，比如说我假设白棋，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靠一下。甚至看白棋的黑棋怎么走，靠完以后，如果他挡完以后，我不走了，就我觉得这种调性是我喜欢的。
就是跟着下手为强。对，他就是说，就是意思叫天下有个表，就是说把我这块棋走的，就是说你想攻我，你不可能一局就能见效。嗯，就是一攻就死了，那叫一局见效。而里面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太多，我先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你敢怎么样嘛？这个就是谁怕谁的问题。对，这个棋盘面临的问题就立即就死了。嗯，撵走这个他肯定也不会理的。谁不会顶？肯定不会顶。会顶肯定不会顶。但是我知道，他就这实际上这一走，将来这个就全部给吃掉了，可能你吃鸡蛋。就是比谁打，这个就是比谁刀快，可以。啊，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小李飞刀嘛，嗯，谁出刀快？对，我觉得像这种棋啊，就是出刀有点慢，讲快刀的。啊，就快刀，而且这种棋，我认为呢，现在来看的话，白棋有优势感，像这种棋，我认为都有可能导致白棋从心理上走向弱势的局面。哦，这是我看我们最又说到这个心理层面。哎，对对对，我更强调这个东西，两个人在博弈过程博的心理，在这过程中你知道吗？将来比如黑棋这一代的攻击啊，对白棋来讲，他都得回应，他不做回应的话，这里面就立即致命的可能性。而这一代棋的走，这一代棋的走，对这块棋的出逃会带来帮助。哦，嗯，三张退确实，从棋上来看，应该算是一步小小的问题上。从棋上来看，我觉得白棋效率还是我这个水平很差啊。我觉得从我是从气势上讲，我不从气势上讲，不跟我们探讨。对对，你跟我讲技术，我听不懂，对吧？这哪个地方是好坏，我真的听不懂。所以刚才孟讲这个棋，对，是对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反正总而言之，就说我走，我喜欢走这类棋。哦，嗯，对，我再靠一个，就看你怎么办。嗯，我先看一下怎么办。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抽象一点，这个是向上面的。没关系，我要的是这个想法。啊，明白吗？甚至于我还先搬你一下，你就难受了，对吧？你然后再不走了，其实我要的是这种感觉，抽象的感觉。对，这其实它有弹性，它充分的弹性。你吃就给你了，然后退下吃好活了就行了，反正你到时候怎么着再说。啊，明白，就是小李飞刀赌的是谁出刀更快，就像西部流展一样，嗯，对吧？对，枪法准不重要，重要的谁把钱再刀出来，这个重要。你再准了，已经被人家干掉了，是不是？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围棋啊，要互相速度很快，速度很快，盘下人有优势啊。对，他短，永生人不就是快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盘棋啊，如果说，嗯，在第二个战略的分歧点是这道棋，嗯，将会因为白棋的前面的优势，会使得有可能这块棋走向相对双方比较心理上比较均衡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我们看下面的对，这个退确实从结果来说是被飞出来也是不能接受的一手。我觉得这张棋的强点陈天元似乎有点变调之嫌，我觉得如果是优势稳健跳或者飞过来，对，都会防住。你在你做活的时候，我从比方说谢老师从这里进攻，甚至于直接压过来对你进行总攻。总攻，对，那这种感觉，包括这边的跳靠完以后再总攻。是，其实就局部来说啊，我没有二位境界高啊，我就是说说局部问题。就局部来说，这张棋叫做官子，就是官子嘛。对，这张棋确实不好，而且这张棋上不明白。如果你要是对黑棋这四个子不能构成致命打击的话，就直接的杀死的。对，那它就是一步。小官子，我们再给他定。哎，对，官子括号小。对。那么实战黑棋一飞，一飞之后白棋看，哟，这不能冲断呀。对。他也只有在这骚扰一下。对。骚扰一下的结果，人家切回来。这时候我们再一看，这张棋完全可以拿掉，因为黑棋这已经出头了，这两张棋已经很大了。那么这张棋在干什么？我们就要画一个问号。这在做活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实战是马上就要开了。对，现实就是他变紧迫了嘛。就被紧迫，就是这个。要不然简单一下推解。这张棋就已经可以其他人拿下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棋，黑棋在这走了，就这两个意味着什么？把白棋穿断了，把白棋分割了，嗯，白棋整体变薄了。那么我原本白棋完全可以单飞，嗯，你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你拥有的是去单纯吃这个。那吃这个你小吗？就是你再不吃我马上一退。本来这个选择权呢在白棋手里，我可以选择我走大场让你收官，实战他选择正好相反。这个的意义比我刚才这个要更高境界。他因为核心问题是一级威胁你这块白棋的死活，
对，他的现实价值深，而且把这块棋往外走走唱，更重要的是这步棋对这个的出跑产生影响。对，我觉得这个是盯着这块盘中看，对，盘中看，但将来往这边走，往那边赶到这个棋就会产生价值，对吧？往这边走就会的，所以我觉得梦梦这个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最佳棋。我个人最欣赏，因为我的水平跟你完全是不在一个天一个地上的那个啊，最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直白方程也当时怎么想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在极度优势下下的一个特别特别缓的，非常特别缓的一个。说实在的，确实我从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这样是非常难破，所以因为我们从业余角度上讲也有问题。开玩笑，因为我是一个纯业余棋手啊。确实，我们下这个时候就发现，这样是简直是。这个就把味道卖尽，那没错，有那种臭不可闻的感觉。有，我觉得这个棋的失误，回头可以问问耀月，和这个不是性质不一样。你看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棋呢叫伪棋，你知道吧？嗯，这个呢可以称之为叫别扭，明白吗？这个呢叫闪烁，闪烁自信心，光芒万丈，灵感一动，一切。这个呢，叫无语。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评价它，真的是这种题，我觉得实在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陈老爷不熟，您见面给他打个招呼，就是让我无语，是不是？这种题我不知道怎么评判，一定转达，一定转达，对，实在是太痛苦，太无奈，我觉得这被冲到这里。痛苦，你看这边实实在在的空一局，世界冠军我们该喷也得喷啊！啊，对对，这个太强了。我觉得说实在的，从扫堂腿上练多，练多是被我们小编那个扫堂腿给下了咒了。这个也许他有一些固有的价值体系啊，这种话，也就是下三路叫地沟流啊，对，一直呢就经常获得地沟流的这个每每得手以后啊。他就沉醉于爱上这个不是太对二三线的棋啊，就产生痴迷，你知道吧？只要走到二三线，就感到心里很舒服、很踏实。这也是一种需要我们要去突破的，这是女朋友的观点。啊，同意。哎，也是需要突破。结果黑的管算，这个时候你不能跟着爬了。那不，咱们再地沟流也盖住，盖住，对，顶了盖住。关键是中央太可怕，自然凉了。这个，这棋要走的话，也不是爬。要走的话也是飞一下清零一下，这是对，要走也是，要不然别走，就是这一定是要把棋走到外面，因为这个棋现在问题走这一带只是一个官子问题，对，走这一带只是一个官子，也就是十来目的棋，这边没有死活问题，而且现在的问题是战略的中心实际上是在这一块棋的，是逃还是不逃，被吃多少，实际上这是这盘棋胜负的关键。嗯，但从目前来看，因为白棋对手会导致整个战局偏向于黑棋了。嗯，啊，这边也黑棋了，对，它自然就管了，这魔力就出来了，是魔力出来了。嗯，这三二三线它这个。嗯，不过你这条棋我觉得倒是没有必要，这个比较没必要质疑，这个太大了，它带来的问题是这个子子的价值会出现，因为要防止这个通断，更重要的是将来这个对这块棋还有一定的余味。攻击以外，是啊，你之前说这个对局部来说你这不行，我看你看得很清楚啊。对，是啊，这个语味和这个冲断的味道，是说得很对啊。这现在坚是绝对先手，很业余，很业余，很业余。赵老师太那个了。这样下一招是非常之大，而且是大厚薄，主要是这个扎实，这个我认为功力，这个是有功力的，是有功力的。但这步棋其实也不是必然的，因为。嗯，他们真的，他们俩真的觉得这三个组不够大吗？还是什么？先下手为强啊？对，为什么不先进攻，然后这个要去走一个？就是说，黑棋他去走，就纯气了。肯定是啊。他只要爬过吗？不会爬过吧？他爬过。那先后你不爬过，我为什么要？我可以先那个什么骚扰一下。但这种骚扰，价值非常有限。你这都死了不行吗？你这个价值非常有限。你这个人骚扰什么呢？比如说，类似于我将靠一个，你怎么弄？我不走了，不走了是你的权利。对，我不走了。比如说，我知道，我比如说这样啊，我假设这样。其实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对的。嗯，就是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不能黑棋不能弃？如果是黑棋不绝对不能死，那么这个白棋肯定是对的。梦梦这个说法，脱先是对的。但如果价值判断，对对，你如果这个棋。
死了也关系不大的话，有更大的或者有更大的地儿的话，我知道，那就不，我讲的意思刚才没理解，就是说我比较认同那个刚才讲梦的意见是什么呢？就这一题它是必然的吗？我们讨论是这个问题啊、我们讨论是这个必然吗？还是攻击这一代是现在战略的要点，对，或者时机啊、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攻击，攻击不是、枪掏得快一点，就是快枪手比枪准的人更重要啊，明白吗？像这个呢，就是现在实际上黑棋白棋啊、并没有优势，请注意这个很重要，就是现在的局面白棋并没有优势，因为这手棋造成的。那在这个情况下，你不牵手，他不一定这么认为的。但如果他通了，就这种有优越的导致的，这些棋走的比较，他这种棋都有某种程度还有优越感的这种问题在里面。嗯，明白。这个是我看到的白棋在行棋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它是惯性思维。对，这种惯性，他一习惯一摆脱不了。但这种东西呢，是实际上未来胜负就在这个地方产生的。就是因为你的观念没有随着局面的变化而调整过来，一直带到以前的优越感，一直在走这样的棋，这是比较有问题的。所以孟的观念我支持，就是说你如果觉得现在的形势不优越的话，你还不赶快掏快枪，对，我的这个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对白棋来讲，这个很险峻。这盘棋啊，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看，马上又进入了一个，我觉得马上到了中盘。现在大概多少手了？应该是在100手左右吧。没有，九十多手，七八十手。嗯，这个当然，您这个快枪一直强调这快枪理念哈，我看您今天这一身行头也有这个风牛仔风，谈不上这个谈不上。不过我们的进程似乎要那个加快快，加快一点。题好像貌似是已经出结果了，我们还是。好，还是先看一看。OK， 他这道题呢，我还是要稍微质疑一下了。嗯，我又要质疑一下了，因为白棋这一粘绝对先手。对啊，对不对？那你这条棋是什么意思呢？想干嘛呢？对，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未来将来可以，比如说从这种地方过来，我感觉是可能是一个方向。对对，这样接下来我再走的时候，我下一招无论是长也好，尖回来也好，你这个地方如果白棋需要把这下顶了的话，这个断点就体现出来了。对，如果你不顶的话，就总是这两个断点，你要接我顶，这两个断点实际上白棋得防。那么这个黑棋一旦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残子啊虾兵蟹将把它跑出来的时候，实际上白棋是挺难受的。所以在这一期啊，这个是我觉得没，这个也是白棋黑棋啊，在优势感中出现了一些啊，他有优势感，他优势感了，我觉得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哦、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从棋上能阅读到，这个黑棋啊，一旦走到了这样的棋以后，就这个局部。嗯，黑棋一下子感觉到这种局面给他搬过来了，而这种搬过来以后，像这种棋啊，在别人的棋形上寻求味道而没有声响的棋，没有特别声响，这一代实际上重要吗？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这一代重要吗？重要的是，要不然是在这一代骚扰让他吃的不干净，要不然就是说将来就在这一代走棋。我觉得甚至于这一代什么这一代，因为这一代是构成白棋发展的最后一个。那对对了，您是这个最后一空，把它的这块空消耗掉，比如说类似于这样或者是这样的棋，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有漏风，这样有靠，就类似这样的棋，又同时兼顾到靠。现在这一块是重点，这块棋没有什么重点，不毛之地了，不毛之地，你接来接去把别人走后了，有什么意义吗？而且主要是他这个，说实话，他就等于这是活棋在往上走，你应该走死棋嘛，对吧？不是，你往这个走，你知道带来的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就这个棋走在这个位置以后，对这个棋的压力实际上自然又产生了。对，就又产生了新的压力。韩笑呢？他这个就是跑，我比较了解他嘛。他其实你逃的话，无论是靠啊、搬啊什么，体感比较好的一个选手。他是对这种棋形感觉就好，但是他这盘棋我觉得他有点随手，对吧？那这我感觉，我自己感觉，你粘前手嘛，你这盘交换肯定是不是要点？这不是要点，你飞完以后，类似于比如说像粘完先手以后飞出来，你这个棋还在被攻啊。你攻逃的过程中，自然这块只要走一走棋，这一跳下去，这块空就巨大，这是最后一块大的地形。反正这下交换不便宜，总是绝对不便宜，对不对？但就可以看成黑棋逃窜这块，然后白棋跳一个。哎，对，你这两下交换肯定亏了，这里外交换。不过把这个位置和跳是要真对，
总之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式。我认为这个又是黑棋又在这儿把一些，哎呀，可惜啊！他加一个这张棋，很实惠。对，大家马上这就粘就成先生。那么本身这个相对于白棋吃一个而言，应该说有相当大的价值。实惠，主要是对，带着眼，带着目。对，而且这个一个眼位对黑棋这块棋来说，应该说是非常的重要。对，这个加里面，那现在要我看，就白棋就把它这个。冲吃就完了。啊，吃的话，它能冲吃吗？它能冲完以后再吃。我这类皮卷吃完，我说。就被它搂了。我再搂一下，搂一下呗。啊，这个。皮卷也行。就是类皮卷的一个断点。然后再说。这就是黑棋的意思，就是想要走后。我的意思就是走后就走后呗，就是现在的问题，再走后它也是没眼的。嗯。我讲意思是这个，如果能下这样，白棋还行吧？也可以下，我觉得可以下。大概反正你要走应该就能。这双先呀，大家注意。对，这双黑棋先生。这个价值太大了。看双先多少目？这个价值太大。四。那我们看一下实战。看双先七八目。我看实战怎么走的。实战他脱先了。实战白棋脱先了。这个。然后黑棋站一下。啊？这个是双先啊。嗯。哦，白棋没有吃，白棋没吃。哎呀，这个棋白棋，这种棋现在能够落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吗？你看这边漏风嘛，这边没有，还有人家活了以后，这块棋就变成不毛之地了啊。这里还漏着风。嗯那我觉得白棋这一带能占到什么便宜吗？他这个有可能有点。不是，只要你吃不掉人家。你能吃得掉吗？能干干净净吃掉吗？即使把这个把啊，我觉得寡，我只能说，就是在人家那个皮毛这儿刮一块肉，对吧？刮整一块骨头之类的，对吧？你要在人半残半身不遂都不可能，更没有不可能把人命给干掉，对吧？我觉得这是什么叫？我觉得这种皮我特别不喜欢。挠了牙不实惠，它因为太虚了，这一代没价值。您还是主张把这个籽儿先挖了再说，抠它一块，先抠一块。对，我尤其主张的是，这个白棋在很早以前走过了，这时候走掉啊，就看黑棋逃还是不逃。嗯，立即让它交卷，它如果走刚才这样走的话，我就立即把它打拔掉。嗯，明白吗？让它再走，因为我走到这手棋，它即使走成这样有一个半个眼的时候，它还面临着。被攻击的危险，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机啊，我个人的感觉是太重要了，就是要手出枪要快，像类似这样的棋，类似这样的棋都不用走，像孟孟这棋我非常欣赏，嗯，跳飞完以后，叭，直接开始干这个，你干啥的？对，掌握重点是吧？我觉得一定是这种调性，这个才有，哎，实在的，叭，我们的紧迫感啊，啊对对对，就这个这种。棋下的比较紧凑，我相信这个棋如果要是，太舒缓了。这个聂老啊，我看到这棋的话，聂老也是谈笑的师傅嘛。啊，对对对。啊，聂老如果在看这块棋的话，肯定也是有同感，就对陈耀烨的这个退肯定是不会欣赏。非常欣赏。咱们就回到这个话题嘛。嗯。咱聂老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说两句，跟大家先汇报一下，聂老师昨天刚刚做了这个前天吧。嗯。做了手术 ，OK 啊，现在在身体在恢复中，很成功，但是很成功，对对对，太好了啊，我们也祝福聂老，好，嗯嗯，好。实战呢，白棋是加一个，他没肯这个，没肯吃回来，想要伸手便宜一下，这个就是不客气了，这个粘回了，直接不客气，这个主要一粘了之后，白棋两边都薄了，对，重要的问题是黑棋还有眼，不是问题是白棋没活呢，对啊。白棋两边都没活性，没活性。哇，这个这盘棋，我觉得这个棋太对白棋来讲简直是痛不欲生啊。嗯，啊不是，就当对，我觉得这个对白棋来讲这个痛不欲生。接了两下之后来出手了，出手会很少。啊，这个我觉得他这就是他的后续，哦，是那来挠痒痒了。不是挠，我认为这都不是皮毛问题吧？你想怎么想吃哪边嘛？你就说。这话再来就是说，你想吃哪边，我给你吃哪边；你想吃哪边，就看你算哪边。白棋的意思就是，对吧？你想活哪个？对，没关系，我就吃一块。行，我就吃一块。来来，这个确实。啊不，这不是，尝一个，尝一个。嗯，这白的尝一个，然后这样。对。
这确实白棋未必便宜这个。嗯，不，你想吃哪边？你要首割一下，默默来神首割。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著名的棋形啊，当然现在白棋是走不到的。嗯，白棋是走不成这个棋形。对，原来是一个。但是这个棋形是客观存在的。对对对。像这样应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嗯，对，几乎就行。嗯，然后这靠一下。对。舒服，这一下肯定白棋是不便宜的，显然不便宜。对，本来你是飞在这能围点空的，不是？现在这一下，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你这子啊，放在人家墙上，嗯，要给人家做成了眼位，而且你这子啊，将来的活力啊，嗯，非常痛苦。对，就不知道往哪走。嗯，你往那走给他搬了，搬了以后还连搬，对吧？对，你往前走给他冲断，反正总而言之，这种球断球断能强，对，绝对不便宜。这两个肯定是亏的，因为这个将来起其实是有木的，一搬这个棋就死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代棋啊，白棋啊，现在已经在局部啊，这个战役上，我个人的评价，我不知道专不专业。嗯，就是白棋这种，我觉得黑棋这个态度是对的，就是说你想要哪边嘛。对，你想要哪边我就给你哪边，给你这种转换以后肯定是白棋还在走棋。这个孟孟刚才神首割啊，我也想首割一下。啊，首割一下啊，我的首割比他简单的多。OK。 哎，嗯，不好意思，孟孟又来拆你台了。不，但这个就涉及到别的一个问题，因为是原本已经占了这个棋形了。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棋形很正常吧。对，我一搬粘。对，没错，这是不是很正常？正常啊，这样白的挺舒服，白棋现在挺舒服的，画了一子断。接下来黑棋这个交换呢，稍亏，客观来讲稍亏一点点。对，但其实关系不大，基本上白的已经搬粘了，你还想干什么？对不对？这已经很厚了，没错，就交换一下。对，让白棋更舒服一点。对，然后白棋一个断一个一断，然后呢，在上面这个一下，这两下的交换可以说是巨损，巨损，对。这是在你辛辛苦苦大飞了一个之后，然后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搞出来一个这个。没有，但其实还等于实际上等于尖顶了半站，还不如尖顶了。对，所以看起来这个白棋肯定是不便宜。不便宜。我们简单的再审阅一下整个盘面的从实地和发展空间上双方的利弊怎么样？好，在这个在这个瞬间，我先看这块。白棋大概有一个，我粗略算的十五目左右的二十目吧，十目到十八目左右，十八目左右，十八目，嗯，这个空间，黑棋呢这一块呢也有一个十，也有十到二十目，二十，差不多，这是起码长一点，嗯，这边呢应该是在也是在十四五目，十五目，十六目嘛，嗯，大概是这块。也就是这一块比这块略强一点，对，是不是这样？对，这一块的空间呢，大概也就对双方走，因为看谁走到这一点嘛。嗯，这边如果黑棋走有个十来目，白棋走了一个差不多一个天目，一个天目是够的啊，天目是够的。天目，但实际上是这一块的空和这一块空，显然这一块要比这块大，这块也是天目，嗯，对，是吧？目前白棋这两块棋基本上没有开出的目，朋友的观点吗？嗯，是。而这个黑棋这一块呢也有一个五六目，这块有个天目，这一块比这块大，这块跟这块差不多，这一块很小，所以从空间来看，白棋的空间唯一的在这个空间是能发展，但是因为刚才我讲这个有头，这边有头的话，白棋的生长空间实际上是有限的。对，所以整体的我们粗略的看的话，特别是这个打掉以后，这个棋又非常的痛。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我的判断是现在整体形势来没关系，您可以代表自己去，我完全代表自己去，很不专业。我认为因为这种棋造成的，嗯，因为刚才这种棋没有打就要造成的，嗯，包括这个局部的造成，嗯，这个三个组合拳，嗯，白棋完全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局势上，嗯，白棋这一串现在确实下了不好，明显不好。是吧？啊，应该说从我们原本的形式看到这个就是已经盘中餐了。哎，对对，然后嗯，就是说飞一个被限制到飞脚上，然后现在白棋这一串得到什么了？盘中餐不仅盘中餐没了，刚才那个吃底下所有的全都送进去回来了。对对对。然后这一串获得一定便宜，但别的地方这个死，然后之前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将来这一代的攻击啊，对白棋来讲都是非常痛的。嗯，就这一类的，比如点完以后退回来，那把将来啊，嗯，拔出来以后，这个将来这个点，这一代的这个飞攻，就将来
都会对白棋带来非常痛的这个。总之就是白棋变薄了。总之就是你们二位的判断都是白棋不好，现在白棋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白棋本来在这个非常闪烁的经典创造之下，一路这个叫什么，就是大好的局面完全掌控的过程中，因为几步这个优势的杆子棋使它处在一个战略上被动的地位，但是因为围棋谈不上什么绝对的好和坏，也许这些东西都会带来新的变化，所以刚才讲说整体上来讲在战略上属于被动。可能优劣胜负我自己也不知道。那赵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您这个看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方法。对，我觉得挺好的。对，谢导师的判断方法比较业余，唯一的特点是比这个块头了。你看我们刚才来判断一下这两块，对，我们就比块头了，也很有意思。Okay. 我觉得对于棋友来说呀，这种判断方法就更一目了然。你说啊，我这每个地儿去抠目，这可能在我们讲解的时候也许能做到，我觉得其实也许能做到，但对于棋迷来说要求太高了。对，这比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实用性，就大家肯定也判断不出来。再说，就算你抠着点目，你把目数点得很准，你很难判断这个厚薄啊，这个强弱对比啊，未来观子能形成什么样子。这判断实际上是围棋最难的领域。所以，如果你要是真能掌握一种很简单的那个一二三比比块，比比谁的块头，谁撞，然后就判断出来的话，大致有个判断也不错。好，我们继续进入这个。继续看他们实战吧。实战，还有这个飞过来，我觉得这是关系到厚薄的，就是可以间接的说明白棋之前的问题吧。嗯，因为如果说白棋下面厚的话，一定不会从这个角度飞。我觉得是，你看刚才这个棋啊，要我看黑棋啊，假设要得这一点的话，对白棋这个就可以讲是苦不堪言。嗯，就类似讲苦不堪言，不知道怎么围的。但是就简单的飞过来，飞过来，然后这一带，这一带就这一带啊，这一带走棋啊，包括尖冲以后再飞过来之类的棋，对他都苦不堪言。嗯，其实逃不说，然后呢，黑棋这个拔完以后有绝对先手的意味。对，是，哎呦，拔两下，拔两下特别痛苦，实战就拔。所以说白棋只有飞，但是飞的话，实战从刚才的角度来说，拔完以后再拔，方向比较密。哎呦，这个棋对于这个太痛苦了。对白棋来讲太痛苦了，像晚上黑棋从这里点开始来了，这叫什么来着？穿刺攻击是吧？不是，我觉得他应该先掏枪，因为白棋没有错过先掏枪的机会，现在黑棋先掏枪。你看马上一掏枪以后，我就能基本预判这个局部的这个结果呢，一定的结果是白棋非常的狼狈。我们看一下结果。这个。我预测的咏春拳看来跟那个西部牛仔的这个对很对路，然后白棋虎，白棋虎的话黑棋还是要木，虽然打实，不过这样棋倒是暂且先持保留的意见，因为这样棋现在不重要，对，就不知道是不是重要。不是，我觉得也可以，在我看来也可以去走，因为留有这个他这样打就打一个就不管他就完了。我觉得就要我走的话，我类似于像这一代啊，或者这一代啊，或者这一代走走啊，因为今天黑棋没活嘛，对，是吧？没活。实际上就是这一代，或者是这一代，先走走几个子再说，因为他是搬单活呢，还被我冲断呢，还是将来被我飞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的变化。太打的话，实际上给这种打劫，在我看来是反而给白棋机会了。因为白棋是落后的。黑棋主要还是觉得这个白棋目录太大。我知道。哎，但是你不要小看我们小谭明人哦，他马上给我们亮手机了。白棋，他这个打呢，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局部来讲啊，他白棋是永远不可能在这儿虎了做活的。不可能。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忍受不了。对对对，这就等于可以去认输了。对对吧？没错。那所以说他是打就逼迫你必须得连。哦。因为他比如说你这一点这个不重要，接下来主要是他有下一手，他下一手有手筋，为什么白棋不可以这个跟你干呢？就干我这棋，干的话好干，他现在没有后续手段，就是你还不好想过来，劫财不好，早晚逃啊，这个没劫财，对，现在这个打还是价值巨大的。下去主要白棋一搬家他就活性了，这就来不及了。没错，接下来他这个穿刺攻击，不是穿刺攻击，我个人有点理解，为什么他不是先拖？先拖再不让我们看黑棋是点一下之后再拖，再拖，他把棋粘到中间，那这个就很厚实，那这个等于说损控损眼，然后藏出来，然后这正好白棋已经活性了，然后
在这里对白棋发发动，对黑棋发起广攻、嗯。对，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先出？从逻辑上讲，黑棋先出的话，白棋必然要搬。但我在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顶是先手，嗯，这一代的白棋应该说硬手还是？那等于是关键。有点难受吧？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硬手白棋有什么难受的啊？这还用想吗？打的。说的话，你不怕我干掉出来吗？就是说。啊，这是一个疑问啊，当然肯定他有他的担心。嗯，这其实谁怕谁？这只有这样。谁干了？从红面站这边站都一样。就是说，这还是确实还是一个方向。这你能把我干掉吗？这个谁怕谁？嗯，这个我们不是我知道，这是谁怕谁的问题。这样的是。这是谁怕谁的问题，关键是。其实我跟他的主要的分歧点还是在于。问题是谁怕谁？方向上。嗯。主要是我是觉得这块棋需要处理，而他是觉得我就要捞目。对，我接到这个快枪又出手了。不是我连续几步这个。事实上我是觉得不是我认为我认为就是刚才我跟莫文的观点有点相近，就是说在这一代啊，嗯、黑棋要去做白棋的文章啊，嗯，接着让他逼回去，这是没问题的。嗯，但是黑棋的战略思想应该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对，这是方针。战略方针是什么？就他的战略方针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把自己的棋啊，就是孤棋啊，他走后，嗯，同时让白棋在这一带不成巨大的空，嗯，他的战略方针是这个，嗯，而不是说通过这一带捞空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孤棋来在赌这个孤棋的胜负。对，这个战略思想对黑棋来讲是有巨大风险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实战点三。啊不，粘这个拖，啊拖粘爬挺出。其实就是梦梦刚才说的这个单拖，不得不承认他是有追求的。就是这种、个、啊，就我觉得这个很损这一下。不是这个问题，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带来的问题是，对黑棋用这块大棋堵分布了。对，主要是因为这个堵完之后，白棋后了，白棋攻击黑棋的时候就变成堵鸡蛋，就变成堵分布了。这个棋就对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他就搬了一下是吧？搬了一下没办法。他讨厌人家立呗，这意思啊，这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说实话没有看懂，这意思没看懂，这意思真的不大。然后白棋飞，白棋飞一个，我觉得现在又出现这个黑棋确实太苦了，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夹缝中求生存是不可能的。对，哎呀，这个棋，然后呢，你底下要做活，又逆转了，又逆转了，再度逆转，再度逆转啊。不过这个棋我有一黑棋未来有一种非常非常猥琐的啊，就是猴一下一边爬步过。你如果不能跟我打劫的话啊，对，我好像可以。哎，你懂了，猥琐猥琐，我懂了啊，太好，非常猥琐，天手经常干，猥琐猥琐。白棋走的时候，黑棋反尖一个，对，嗯，尖完以后，先手做出一堆，再把这粘上。未来活不，现在问题不是考虑这个黑棋的死活问题。对，现在我觉得现在进入中盘战，应该考虑黑棋丢不丢得起这个人的问题。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因为这种战略的这种变化以后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呢？白棋掌握了中盘的这个优势以后，将来这一代等等中间收控的概率，就是可能性变大了。对，就是收控这个将来就是黑白棋，就是左一巴掌右一巴掌进入黑棋。哎、对，啊、嗯，就这意思，慢慢刮，对，对吧？那现在黑棋这个扳，我终于看明白什么意思。他是为了要求这个，但是啊，这白棋得补啊。对，白棋补。对对，其实这都是属于有点难受吧，单关。这个棋在战略上又一次给扳过来。对，这个缠绕进攻，调性很好，这个调性很好。扳过来之后，这个粘主要是有点太可怕，粘手的味道在这边，太可怕。这边有一冲的可能性存在。对，他只能贴。他只能贴。这玩意儿一下啊，他说这个冲尽管是看起来是，就未必是优势成立的，嗯，黑棋是有可能，黑棋是可以考虑翻中间，白棋冲的话，黑棋首先算是一个对杀，其实就算翻回，翻回，你拐的话，我可以拐这个，你的拐下将对我断，断死断死，嗯，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涉及到对方的问题，问题对。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图，还是放弃了中间班的变化，他还是选择实实在在的把这个棋吃，把这帮助，哇，这实在是太险。好，我们来再看几步。我觉得白棋跳，嗯，白棋跳，白棋跳，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又一次，整体在战略上有一点，有点感觉，
怎么还去做活这场您是非常大的目数和实力就很大嗯做活的那个对过去嗯咱这场馆还是有点偏像白居易看这个中府隐约的就围出东西了那有一点、这个、自然的围出东西最重要的是拍戏这块棋还是没有回来对最重要的是双方区别嗯拍戏可能还是需要刚才我们到了说的那种地沟流的说法嗯嗯实际上拍戏顶然后断了跳然后搬搬把银行顶完之后这个就那就粘就行了对然后站着白居易是跳然后还是七节对就是打一个节白棋挖一个小节是很急促的巧手其实黑棋如果吃上的话这一带有一段对对明白如果说白棋黑棋要帮或者说我钻这点黑棋要帮这有一力对你不能冲你冲不能打死但是如果你粘上的话我这断了是我吃了之后这奖就出棋奖出棋这个棋这是个偏人对这是个偏人确实，这就还是想一下局部崩溃。所以说，这挖本身就是关子对，挖也本来就是好手啊。这个挖，可见黑棋这个木本身，它这个坡的长非常小，对，就没掏到什么东西。你，我不太同意刚才你这个说法了，就是在白棋黑棋本来就要动手动坏枪啊。这刚才我们讲，嗯、实际上就是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嗯，对吧？但是呢，它这个动的过程中啊，这个调性啊。啊，就是原则，指导方针啊，对，错了，对，变成那个捞空的指导方针了，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但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本来就是捞空的指导方针，我觉得跟我们的指导方针先捞后继，说他是那个他的这个咏春拳的短枪啊，跟那个谢导的这快枪还不是一种打法，不是一种枪。不是一种枪法，对不了，对，白棋就粘上了。实际上，这个劫白棋帮助，因为这个冲非常的损。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白棋为什么不断掉这一下，是个疑问啊。问这个劫财嘛，就是不断的时候找白棋只有粘这个，不能打它。不能打，他不能打。对，这断是白玩。他，那不是？那你如果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如果打了你打他粘他怎么样？这是争掉啊，这。真的啊，这正好挤挤死了！我这个打车把这粘不上，挤死了！我天哪，这还挤挤死了，这漂亮！这有一明白明白明白，你看到了看到了。所以说这个棋为什么不将白棋给粘上呢？对，所以说黑棋断是白玩。白玩。嗯。打完之后，但是你就是说他就觉得这个劫财嘛。我的问题是，这个劫我一旦打爆的时候，对白棋来说负担就更重了，能够再补。已经断掉了，这已经断掉了。嗯。你说的有理，也应该是这样啊。总之看你提的话，我如果是白棋，我也非常有心情干到这个位置。嗯，这样我就没什么啊，就还好。而且这个木也封住，开始干了，就玩真干真的了。嗯，啊，黑棋下一个劫材是断打中间啊，确实。那中间确实黑棋有很多劫，但这个时候白棋好像白棋来了个这个，先一个哈。我这个是什么呀？我有点怀疑谱的问题，我很怀疑。为什么？是先手吗？肯定吗？这个尖应该是先手，但是为什么？一立就死是吗？立或者尖应该都可以。尖能死吗？啊，尖也。尖是几乎也没用。啊，没用。但我不解的地方在于，为什么白棋不先退，在黑棋起解的时候白棋再先？他的担心是什么？他怕担心就是把你这个提了呗。是，就是说。那先回，那么这一代黑棋有，有东西吗？黑棋预子，我暂时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棋白棋尖，那这个局部黑棋就已经死了。黑棋算挖的话，我也可以打吃，这无所谓。这个局部你是做不活的。那这边有东西吗？我反正头很晕。冲我就冲了。冲我就只我当然我也只有冲退完以后他冲那个然后你粘上然后他再冲这个然后好像不能冲动不了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你到我能顶着的话除非是有一个什么倒头撅之类的东西比方说这一带冲我粘上然后我顶的时候对你可以把我断了对利用气紧能断吗好像有可能啊好像确实有可能有可能吗啊，这是白棋的担心，看一下，有高度偏，
啊，真有，也真有可能，嗯，对吧？有可能这边请假打什么之类的，打完以后是吧？是蛮。所以在这个时候，商业选择先签一个。嗯。OK。嗯。咱们再看看，我觉得还是他有他的。这个中盘站的这个双方啊，我们虽然说了那么多废话，这双方真刀真枪的这个。对，这就是比拼计算了。比拼计算，现在在这个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真的蛮有意思的。对。我觉得这个棋确实白棋，这就是双方开始打棋了。嗯，现在咱们也就是具体的摆一摆变化，就开始打棋了。对，尖的时候他就跳，因为这个时候黑棋白棋在嘴里，这个棋跟这没关系，所以他必须要硬。对，必须要硬，用白棋再撤回。嗯，黑棋棋劫的时候，白棋这个冲就成为了必然的结场。嗯哦哦 ，OK。然后这个时候黑棋的回吃是为了。少一个棋，少一个棋，对，嗯、然后白棋自然也亏了一个棋会吃，然后黑棋加数，找中间的棋。对，这个时候呢，白棋就开始在这儿造劫材。对，白棋顶。哦，就造一个劫材，断。嗯。然后呢，再退针。然后搬针。搬针。嗯。好，搬针。继续造劫，黑棋当然要硬，嗯、然后白棋再吃回。再吃回。现在其实这个劫对双方来说都聚众，但是呢，聚众，看上去白棋好像局部劫材多一点的样子。嗯，提过来吧。对，值得注意的是，白棋这个粘不是能轻易走，因为假设这被消掉的话，仅仅是这三个子的损失，那么这一带还有可能联络回来。对。但如果说这样被打爆，因为这个白棋不可能退缩，退缩就过去就完了。所以说中间打爆就彻底完蛋。假设被打爆的话，就全死了。嗯，那么相对来说，这三子明显要小一些，是 okay、所以说，除非白棋计算清楚劫材，否则白棋不能轻易的，就是最后一枚劫材粘这个。对对对，嗯，对，意思是这个。那嗯，现在然后白棋搬，对，搬这当然是打是还要提回，对吧？这很自然的。哇，是顶啊，黑棋顶这个，我看到两手很夸张了啊。嗯，这样棋很妙啊。嗯。这条棋你顶了之后，反顶。这条棋我估计可以上五家了吗？嗯，有可能。嗯，这反顶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直接硬的话，那这也就是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接下来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嗯，咱们继续讲讲打劫的故事。对。但他先顶一下之后，嗯，可以预见黑下一招粘白棋走，他交换了这两个之后，他就可以断掉。嗯。他顶住了黑棋一口气。这个非常好。绝妙的时机。这个绝不能好。对。太好了。但本身来说，当然是一招非常损的棋。嗯。但是好棋，这个断将来这个时候变化产生巨大。导播提醒我们加快一点节奏。OK。因为双方已经。这个战斗反正已经结束了，提掉，黑棋粘，啊，黑挡住，挡住，没问题。黑棋七，嗯，下一招白棋劫材是走什么？大师，大师，大师。这个劫其实对白棋来说相对来还好，啊，没有那么重。黑棋打出就全死了，这打不中就已经全死了。黑棋跑这个，黑这都大损劫啊。白棋吃，嗯，白棋七，黑，嗯。然后这时候白棋粘上，这个棋确实也非常大。大，对。嗯，还是选择硬劫。这个硬劫只有硬，就不用输多了。硬就输多了，没错没错，他肯定输。哈啊，确实。我去，主要是黑棋还仗自己有非常多的损劫。打，提了，提回来，白棋提回来。白，我估计黑棋应该。黑棋怎么办？是哪个啊？是这个。拔了，踢掉。哎，你这个最后一枚劫材找出来了。找出来了。嗯，粘上。粘上。因为白棋确实全盘没劫了。白棋这个都不是劫了。白棋这提完之后。这个就被全吃掉。对，踢掉。一断全吃掉。白棋提。这就算了。不是，这一断不就全部断断被断了。全部吃掉了，全部。这可以有这七金。对，所以说可能黑棋就算最简单的顶吃。这个他们是有判断的。对，白棋只有联络，白棋不能走这个，白棋只有拐。然后这死了，好像比这个大的比这大。那因为黑棋还有点头嘛，所以他围不了多少。对，这样子就是个判断问题。嗯，所以说这边都不是劫。对，都不是劫，也就意味着这个棋你别地没有劫，你就只有粘这一枚。对，所以这是必然的。必然的，然后打，然后黑棋当黑棋假设白棋可以断当劫，断哦，是这个。
白纸只好冲回来算了，没办法。就是一个转换时间，等于黑棋呢，虽然这块棋安全活了，但是黑棋我们可以算算就是账啊，付出了什么代价？对，第一个付出了中间一大坨的损结的代价，然后白这个地方吃出了有近二十亩，对，没错，是不是？对，差不多二十亩。上面这个七八亩是有的，对。嗯，这有五亩，这十几亩，再加上这中心，十八亩，十八亩，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啊，本来我们之前点的没啥木，可能有一点点木，但是现在也涨了一点，对吧？第三个最重要的是这吃，这边白棋得利非常多，对，这吃了一爬回来，这本来是没有的，对，凭空造出来一个这个，对对对，这个棋太大了啊，就是想象当时这个挺出来操控。带来的后遗症太恐怖了，后来又吐回去了。这个庙是吧？太对对对，这个庙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对，他这个爬出来以后，然后呢，黑棋还下了吗？不过这样的话，黑棋又拐，这样的话，形势是有关系。是这样。现在我觉得梦梦可以给我们判断一下形势了。好的，判断一下啊，看看形势。梦梦给我们点点目吧。点点黑棋的控，黑棋这一带五六七，大概这五棋。不管黑棋跑白跑还是黑棋顶都是有木，大概有八木棋，嗯嗯，接近八木棋，有点关系。然后这是十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三、三十一，嗯，再加上这个，嗯，加上这一带是五六七，嗯，七加八加上，再是四十五木棋，嗯，黑棋实际上是三十、十五、十九木。这一带，大概全局大概六十五目左右吧，六十五目，嗯嗯，白棋三。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二十三二十二十七二十八目棋，嗯嗯，三十八四十八五十四啊，白棋前面有六十多，也是六十多，那看来这个棋黑棋是很难贴得出目。嗯，关键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更严重的是什么呢？现在的棋就是黑棋啊，没地方收了，嗯，对，这是比较痛苦的。没地儿下啊，对，就没地方可收，而白棋只要走一手都很大，对 对, 对，你知道吗？任何一手都很大，什么比如说断掉啊、搬掉啊、什么跳啊都很大，就是黑棋没有掌握的空间了，它只能破白棋控，而白棋随便走一手都很大，对，这种棋在这种就是贴木有负担的时候，对，这棋就不好下了，这棋特别，而且它这个又得走两步，这个价值很小的，太小了，对，我们看从这点出黑棋这一连串啊，我们看。先捞了一大底木，然后再等于堵中间大楼，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黑棋的木还是黑棋的木，只是稍微涨了一点点而已。嗯，但是不是所谓的汤木，在我看来都没涨。你看这两个棋被吃下来，比他所有这些是、啊、吃这些残子的对啊损失要惨重。相对来说，他这就没有意义了啊，他这就没有意义，反而被吃回来，等于说反而把你唬到了这个。对，明白。然后中间。被提花了一大把，这完成了一大把木、嗯，这个增长很多木，还到处都欠债、嗯，所以这个棋应该说从这儿开始以来，黑棋的战略方针是完全失败，完全，嗯，完全同意，就是这个战略方针思路上，应该说他没有把问题重点看清楚，问题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局部操控，对，这是问题，是的，还是要把棋一棋走后。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当时优势已经存在了，但是呢，就是后来黑棋像这代的。小动作，企图骚扰对方的小动作，和这一代的小动作，都叫我们称之叫未遂。未遂，对，叫未遂，就完全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而且他的意愿走偏了，嗯、走偏了以后呢，导致了这个他的棋呢逐步走向了这种颓势。对，我觉得这盘棋可以看看这个陈耀烨的力量啊，我感觉还是要稍占一点上风。我记得我们刚才看那个图，小编也确实是给出陈耀烨力量稍高一点。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看出来就是他在这个中盘一向双方较上劲儿的时候、嗯，您说这个几个未遂，对，未遂也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对对 对, 对，对吧？他要是跟我下，他肯定就都颓了，没有没有，我就都同了，对对对，就这个情况，是吧？所以这方这个力量巨大，做这个力量做后盾，你看他敢脱先。人家就能收拾他、嗯、就能拿出招来去把这个攻得很惨，对啊，最后弄了一个丢盔弃甲打劫，对吧？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看出来，能看得出来白棋的最坚强的地方是对于这一代劫材的价值判断，这是个判断问题，对，就这种判断然后会对全局带来什么，它的精彩的地方就是这个白棋胜局分担是价值判断，而黑棋呢
对这块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走后的价值稍微有点欠缺。嗯，你能看出来弹跳在这边还略显那个这个在这一方面还不够成熟。对，没关系，但是我能看到他很多精彩闪光的地方啊，特别闪光的地方，但是也能看到白起的一些闪光的特别精彩的亮点。这盘棋一个是这个这个副棋的时候那叫将，这张棋太有味道了。对，这个在打结的过程中，这个顶我可以讲就是妙笔生花啊，真的是这个顶太强了，就导致最后实际上白棋最后的决胜不是在攻杀这个棋，而是在这个二路爬位。对对对，实际上这个有了是因为这个顶造成的。对，他有了这个之后，他欲望太漂亮了，他就可以放弃这个棋了。对，就是他已经对，他没有这张棋的话不见得。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一招顶带来的问题是因为他得到这个二路爬，对，而这个二路爬导致了这个节的损失，对他来说已经不关系胜负了，对，是这个问题，否则他没有这二路爬，这个节直接会关系胜负的。对的对的，嗯，是吧？对，是，棋迷们是不是大家也在也都知道这个棋局的结局了？对对对，现在已经结束了。OK， 最终呢结果是我们看一下啊，嗯，最终结果是白棋中盘胜，嗯，对，啊，后面还是收了，后面还收了也是收了几步，就是爬一爬之类的，对吧？你就接一接，回一回去，嗯，大概就这样的棋了。嗯，是不是这样？不是靠一靠，跳一跳之类的。啊，对啊，然后后面收了一些，但是这个已经跟胜负没有关系了。对，我今天，哎呀，也是很高兴啊，能够跟谢导一起，我们来聊聊棋。我很荣幸能跟两位职业高手能在一起跟大家棋迷做交流，而且我发表的意见，大家一定会产生印象，这哥们儿棋不怎么样，胡说八道什么？我说没关系，就需要胡说。现在娱乐就需要胡说。实际上，我也特别刚才那个。那走心也说了，欢迎各个棋迷一直到演播厅来，跟咱一块儿来说，这是我们今天才有意思。是，也想给大家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这里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说是帮助大家提高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窗口，对，同样也是欢迎棋友们一起参与的。我们一个职业棋手，或者说像孟武这种冠军、全国冠军，对，包括我们的世界冠军，跟棋友交流的一个平台，对。这是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儿，以后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最好是能来像谢导一样来我们演播室发表一下你的见解。胡说几句，啊，但是我相信我胡说的，我们领略到了从孟孟角度上看还是有一些看有一些思想，毕竟有点快枪的风采。对，这里面几个亮点我觉得是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叫作战的指导方针，还有一个内部心理的变化。嗯，我觉得在这盘棋中无所不在，很多局部的东西，刚才我们已经举例了，这个棋，这个退，这个棋，以及刚才这个两个骚扰的这个小战役啊，这些都是骚扰战，都能反映了这个对局者的一种很深的心态。这些东西需要我们去体会的。其实很多棋友呢，都有的呢跟职业棋手有之前有过交流的，可能对职业棋手有一种这个觉得好像高不可攀，对对对，差距很大这种感觉哈。有的时候水平可能差距客观存在，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围棋的一种理解。我是这样认为的，职业棋手包括世界冠军，他对围棋的这种胜负阶段的具体这个招法上的理解呢，确实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嗯，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每一位棋友下棋的时候，我相信啊，都不仅仅盯着的是胜负，对吧？我们从中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嗯，有些棋友呢，就是我也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说很不敢吧发表自己的见解，就是不敢胡说。职业棋手的时候，那个一般都是比较好像比较谦逊哈，但是这种大多数的这种态度，对，我们也很欢迎，比如说像谢导这种非常有，虽然不仅非常有见解，而且非常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去探讨去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其实围棋还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工具，对，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交流的工具，把你的这个思想表达出来，展示出来，没错啊，没错。好，那我们今天也是感谢谢导吧，谢谢棋友们啊，谢谢各位棋友啊，幸会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围棋的这个娱乐化啊，我就是最关注的 啊，娱乐化，大家一起开心快乐围棋，对，啊，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好，再见。拜拜，再见，拜拜。